下来，然后再问他话题。好看，像个小姑娘。我头发，我现在对我的头发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头发一直在掉嘛，一直在掉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每天都在弄我的头发，就是要把它，就是不怎么压着睡呀，不怎么那个，知道吗？太天真了，什么太天真了，什么太天真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阿子，啊，阿子，你这样好不好？你说每次打 PK 对吧？我们每次打 PK， 所有的赌注都是你定的，基本上没错吧？但是你今天可以，这个头像，这个除了这个头像，别的都可以。你还怕什么？我没有怕，我没有怕什么，因为我觉得你怕输，你才不敢答应的。不是的，因为是的，不是的，嗯，不是的，因为我头像现在我更换换不了。更换不了是吧？嗯，那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我想把账号注销了嘛，然后就是他说这些什么都不要弄。哦，没事，小号也算，你输了换小号的头像，这个可以了吧？你不要你换大号头像，换小号头像可以吧？小的那个，我新的那个，我准备以后要用的那个吧。可以，也算数，也算数，好不好？反正是你开播的号就算数，好不好？想把我的头给换了，没门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因为我们家人跟我出了个点子，知道吗？他说这样才能赢，不然打啥都输。我觉得也是，我觉得。那我们要换一个问题。嗯。家人们，换一个什么问题啊？还，我等下输了再说呀。问题呢，输了再说。那我们可以问三个话题吗？那这样吧，阿子。嗯。这样好吧。咱不玩一个赌注了，玩两个赌注。如果说你输了啊，如果说我输了，好不好？我允许你回答三个，我允许你问三个问题，如实回答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输了，行吗？我只问一个问题，并且你把你小号的头像给我换了。好的。这不过分吧？好不好？好。而且，好不好？而且啊，一周之内，你如果开播，就必须用那个，用换的头像的号开，要广而告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换三天嘛，跟昨天一样嘛。对，这是换三天呢，但是你开播只能用那个号开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吃了吃饭呀。就一把啊，一把定输赢，好不好？咱们不打多了，因为打多的话要家们送的票太多了，对，破费太多了也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对，来。就一把，嗯。来，从年。家人们，我没事的啊！你们觉得让我输也好，干嘛也好，没事的。闭麦。来来来，等会儿。阿宝。等会儿啊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嗯。对面的家人们啊，晚上好。对面家人，你们能让我赢吗？太坏了，他好坏啊！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，对面的家人们，让我输，让我赢一把。对面不知道还听得见吗？听不见了。不能让他换我们的头像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要守住我们的阵地，头像是我们的阵地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的头，换了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问他话题，要问他一些事情，才能有以后，你们懂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谢谢杨大哥，谢谢。我们要在那个加成的时候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要在那个加成的时候上啊！这个漂亮的海孩子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。我们要在那个加成的时候上，然后等一下要问他的问题呢，我们一定要问那种有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一定要问那种有用的问题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谢谢我榜一、榜二、榜三们。我们要在加成的时候上，不知道是不管是小星星是梦见还是什么跑车也好，干嘛也好，我们在加成，我说加成一到的时候你们就上啊，然后我们就问他三个问题，不要问他太那个了。好的，是不是加成时间到了，家人们？这是不是加成时间？加成时间，帅哥姐们，加成时间，1.5倍的时间到了，加成时间到了，家人们来，上呀！谢谢超人，谢谢家人们送的墨迹，感谢家人们支持。对面的今天感觉上来了，帅哥姐们，加成时间到了，谢谢雷子梅泽客家，谢谢杨大哥，感谢家人们支持，家人们谢谢，还是加成时间啊，帅哥姐们。
谢谢大傻干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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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大姐，谢谢杨大哥，谢谢感谢奖。加成时间是不是结束了？加成比赛值时的加成，谢谢大傻干妈，谢谢谢谢大傻干妈，你不要送，谢谢岁月，谢谢家人们，好像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加成了，现在不是加成，谢谢童母还是什么送的跑车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家人们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还有两分钟，我们现在不是加成，不是加成，我们要一到那个加成才能上，现在好像不是加成，现在是加成比赛值。答加成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我们也要到加成的时候上，知道吗？谢谢我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的干爹干妈们，还有叔叔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还有两分钟，我们要锁住那个加成时间，要不然我们是打不赢的，知道吗？我只要一说加成到了，我们后面的叔叔阿姨们有实力的，谢谢杨大哥有实力的送一下墨镜。杨大哥，我关注你了没有？杨大哥，你也是一直我关注的，一直支持我的，一直支持我哟。我忘记我有没比赛加成中，家人们，加成中，现在是加成中了，现在加成中，不要让对面来个飞机把我们干，哇、哦，来了对面的，家人们，加成中，加成中，现在是加成中，来加油加油加油，后面的有没有大哥大姐帮阿紫上一上？后面有没有大哥大姐帮阿紫上一上？后面有没有帮干爹干妈有实力一点的？有没有帮阿紫上一上？因为我们前面的真的上太多了，前面上太多了。谢谢红苹果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加成时间呀，家人们，加成时间呀，加成中呀，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谢谢，差两千分了，家人们，差两千分了，谢谢杨大哥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。加成中啊，家人们，快结束了，加成。比赛加成时间停了，家人们，加成时间停了，加成时间停了，加油啊加油啊，谢谢谢谢送的，谢谢树姐送的跑车，谢谢所有实力没有实力的点赞，对，后面没有条件的叔叔阿姨哥姐们点赞，后面没有条件的帅哥你们就点赞关注啊，点赞关注，家人们还有三十秒，我们能不能打赢？谢谢岁月，谢谢岁月送的跑车，谢谢，只能来个飞机了，只能来个飞机才能打得上了，家人们。哎呦，今天阿紫走了才来打 PK， 不输的今天会不会输呀？今天是不是要输呀，家人们？今天是不是要输呀？还有十一秒，家人们还有十一秒，团结呀，团结，团结呀，家人们，谢谢团结，还有十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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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输了输了输了，家人们输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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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输了输了。谢谢我干爹干妈，榜一榜二榜三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叔叔阿姨，谢谢爷爷奶奶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，谢谢。虽然输了，但是我感觉像赢了一样，很好。卡里面没钱了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大傻阿姨不用了，天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家们，爱你们哟，谢谢。晚为什么会输吗？啊？你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会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晚上去给你上票的很多阿姨今天过来上票了，我看到他们名字了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他们心中其实是有杆秤的，知道吗？他们心中是有杆秤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说让彭少把同样换成你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肯定会想让你把同样换成我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为什么家人们说彭少你一定要玩这个赌注才能赢？我觉得咱们家人真的非常聪明，扬眉吐气了是吗？好的，不存在啊，家人们，不存在啊。为啥话题？你别慌啊，慌啥了？漫漫长夜，漫漫长夜，慢慢聊，别慌啊。啥话题？你是不是很慌啊？你妈来问你问题很慌是吗？别慌，知道吗？来，感谢我榜上的每一个大姐啊，等会儿每一个人我都会给你们回关，好吧？榜上前十每个大姐啊，记得啊，我都会把你跟你们回关。国少哥，你等会儿、嗯，回关完之后，包括对面的啊，对面的榜十前十听清楚啊，对面的榜前十跟我这边的榜前十听清楚，你们等一下跟彭少发个消息，好不好？然后把你们的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直播间，
我给你们准备一个精美的小礼物，好不好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两天确实让大家破费了。给我的这次麦不用送，是宝少哥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心意我们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不喜欢这样，因为以前我有的人老是这样子，然后就给我家人们送礼物怎么的，就是在下面怎么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他们心里面很反感，这个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不用。很反感这个是吧？对，心意我们领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因为他们给我送礼物干嘛的，也不是为了一些。行，这样，嗯，这样，过两天我给大家整波福利，好吧？行吧？别的不多说了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可以。过两天我给大家整波福利，好不好？行吧？可以。嗯，对吧，家？别的不多说了。来，问什么问题来，家人们来？我看一下啊，这样啊，三个问题是吗？两个问题是吗？几个问题啊？我忘了，一个是换头像是吧？几个问题啊？是两个还是一个？问题是问问题，一个问题是吧？嗯，一个问题。阿东大哥，你来，阿东大哥来，榜一大哥你来，你打在公屏上，我来问。榜一大哥来，你打在公屏上，我来问。原来是阿东叔叔呀，榜一大哥是。你不是？那我喊人家喊大哥，你喊人家喊叔叔，那你不是让我占了你便宜吗？啊？没有，他们叫我喊叔叔的。嗯，按照那个看着挺年轻的，三个问题是吗？女儿跟我比我大，好像。嗯，对，他事情比我大。来，阿东大哥来，换图片是吗？换，他一定会换，但是下播再换，好不好？问题来，现在是问问题时间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好不好？问两个问题，好不好？问两个问题，因为榜一大哥跟榜。我变了两个，不是一个吗？阿子，你听我说的。我们要说话算数，菩萨哥。你听我说是为什么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榜一。榜一跟榜二知道吗？他们真的破费了很多，好不好？那我榜一榜二也破费了很多呀。我等下回答你们一个问题，我也送一个问题给你，可以了吧？可以。好，两个啊，来，先榜一大哥来，你有什么问题打在公屏上，我来问。阿忠大哥打在公屏上，我来问。然后榜二大姐，你也打在公屏上，我等下来问。我们榜一，你要问什么？岁月，我回关你了。你要问什么话题？你也打在公屏上。我们可以问一个，你这样好吧，阿东大哥来，你申请连麦来，你上来，我把阿东大哥拉上来，这样可以连麦吗？哦，可以连。来，阿东大哥，你来问吧。喂，我都说不出口啊。说不出口。阿朱叔叔，你要问，尺度很大吗？你要问你说得出口的呀。尺度很大吗？我说不出口啊。要不我先离开，你来问好不好？行吧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你来问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我先离开。你怎么能离开？你要回答问题的人，你怎么离开了？可以，阿东大哥，离开吧，可以。啊，我离开啊！不许离开！我看啊，我说离开就离开，我手机都不拿，我手机放在这里啊，放在这里，我手机都不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行吧，问吧。阿子啊，提什么问题？不是你问吧，一个问题是吧？一个啊，叔叔你问吧，没事。我真的说不出口。我先问你，阿子，真的，很尴尬。没事，你问吧。问简单一点的嘛，你问不要复杂的，你就说得出口了。加油，来家人们，给阿朱叔叔打一波加油。对，打一波加油。你看，叔，你看公屏上都是打加油的。我问等一下屏上帮你找一份工作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就这个问题吗？嗯。没有了吗？第二个不好问，哈哈，你的不好问。就这样子嘛，说你可以问一个话题，因为你这个不算话题，这个的话，对不对？嗯，婆少哥给我找工作也好，不找也好，我自己找也好，毕竟我也想靠自己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工作这个的话也没事，都无所谓，你可以问一个别的，对不对，家？没事，你问，我实话实的回答你。
真的我也很那个。问完没有？问完没有？没事没事，你坐下来吧，婆少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没事的。不玩了。没有。手机差点做水。还没问。你在憋大招吗，阿东大哥？嗯、啊，没事，我跟你说，阿东大哥，这个说俗一点，知道吗？这个问题是你花了票子了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那没问题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啊，大家开心就好。谢谢，大家开心就好。没事的，叔，你问吧，都是一家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肯定是有想话是问我的，但是你直接说就可以了。我有啥就说啥，我就实话实回答就可以了。我这样子，我也是实话实说，都是自家人。嗯。还没问，等一下我问一下。啊，你问呢？你问呀。第一，帮阿紫找份好的工作吧。只要他愿意，好吧。这也是问题，这不算问题啊，这个不算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我昨天已经回答过了，知道吗？如果他需要，我们在私底下会沟通的，知道吗？对，不提了。嗯，如果需要，我会在私底下跟他沟通的，好吧？行吗？我真想，有的是问啊，真的有点尴尬。不用尴尬，没事。你放心，你不会尴尬，尴尬的是他，阿知道吗？只要自己不这样子，这样子我就问了，不尴尬我就问了。嗯，你问啊，你问他，他，你心目中有没有阿紫？你是问他，你不是问我，你搞错了，你搞错了，那个是我赢了，是你让我赢了，知道吗？你要问他，不是问我，知道吧？代替我们问可以吗？代替我们，你先把你的事，先把你的事解决了，好不好？先把你的事，咱们一桩桩来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阿东大哥，你问吧，那阿紫问吧，阿紫问吧。对，这个就是阿周是帮我们问的，我们不是有一个话题吗？你的还没回答呀？啊？你的处罚还没做完呀，美女。阿周是不是没有问我呀？你这问题不算，这问题不算，这问题等下不是由你问，是由他们榜一大姐问，知道吧？好不好，阿东大哥？你记住，你是不是今天迷糊了？你今天是让我赢的，阿东大哥。不是啊，就是你是帮婆少哥问我的。对。你是他们那边的人。对对对对，龙子。你搞别搞迷糊了啊！啥情况？我阿东大哥，你在干嘛呀？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你别抄家伙好不好？我怎么听到你在那噼里啪啦响的？我问不出口。没事的，叔。啊？我就把你大舌当成我一个亲叔叔一样的，没事的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吧。你到底要问什么话题？你怎么说不出口呢？是害羞的吗？你阿东大哥，你听我说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没动静，知道吗？没事儿，知道吗？这尴尬的话题。你说你那天跟我说你都50岁了，是不是？啥风风雨雨没见过呀？是不是？大胆的问，好不好？别怕，你别抄家伙了，好吧？你是不是找东西啊？真的，好好聊。阿东大哥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阿东大哥，你别找东西了，真的。真的，我真说不出口啊，心里太紧张了。你要说不出口，那我就让第二个阿姨上来了啊。对，第二个阿姨是。啊，我看一下第二个阿姨。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我感觉你呼噜呼嘟的，呼噜呼嘟的。喂，完了，我的榜二跑了，那我让吴阿姨来问，那吴阿姨来，来吴阿姨，吴阿姨是你连麦。刚才那个大姐出去了，估计去你那边去了。来，吴阿姨来，吴阿姨，您现在是榜二，您来问，申请连麦。好幽默啊，朱叔叔，对。我跟你说，知道吗？我说个实话啊，家人们啊，从这点能看出来，阿忠大哥是个非常本分的人，对，是个非常老实的人，对，是个非常善良的人，知道吗？对。就从这里能看出来的。对对。对不对？他虽然说不好意思，但是真的是。好吧，问吧。一听就知道，现实中是个很老实的人。你阿东大哥，你问不问？榜二问吧，榜二先问吧。榜二没申请连麦耶。
哎，吴阿姨，您申请一下连麦，吴阿姨，点下面那个红蓝圈圈，申请一下连麦。阿东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一个，我为什么叫大哥？谢谢我榜一、榜二、榜三吗？他很年轻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充下电，哎，打麻将去了。行，我来问吧，好吧，我来问行吧。我知道阿东大哥要问啥了，我知道了，好吧。你们也知道，彭道这个人不玩虚的。我可以，嘟嘟的，太夸大了。等会儿，我手机要充，我要手机要充电，我把这个拔了。喂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。我知道阿东大哥要问啥，我来帮你问吧。啥呀？不敢说的，然后我帮你说。等会儿，阿家麻烦。来，我要帮你问啊，阿东大哥，你不就是要问那个？问哪个？你不就是要问那个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共产党他们都打了，知道吗？都已经很多人在打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这边怎么没有？来，我来帮你问啊。那问的对不对？好，阿东大哥，行吧。我问完之后呢，咱们先说清楚。来，所有家人，我先说一下啊，咱们直播间两边加起来4000-5000个人，对不对？咱们不许录屏啊，不许录屏，好吧？不要录屏，为什么不要录屏？因为到时候出去之后，传出去之后，对吧？又一堆乱七八糟的节奏，好不好？行不行 ？OK， 先说好，不要录屏啊。咱们今天玩的是真心话大冒险，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知道家人要问什么，家人想问的问题就是：哎，阿紫，你喜欢彭少吗？是不是？你是哪个市来？是哪个市来？家人们来。怎么？是不是？我没听见。我是不是说猜对了？来，是打是，不是打不是，来，就这问题吗？是不是阿东大哥？阿东大哥，是，是不是的？是，哎，对吧？是吗？嗯。那我回答。我等一会儿，你先别回答，我先出去操根华子，你慢慢跟家人们讲，好不好？不用，你就坐着吧。不，我怕你把我说的不好意思，你说吧。没事，你坐着吧。你说。就是，哎呦，我一个。让我该怎么说？我觉得喜欢呀，我觉得我基本上很多人我都喜欢呀。你们问我的喜欢婆少哥吗？那我肯定喜欢呀，婆少哥那么好人，对不对？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呀。嗯，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。啊，我告诉你，对呀，如果在我心里面婆少哥不好，那对不对？我也不会让他，我们也不会说兄妹的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听着啊，好，你们听着啊，这个问题的问题是，你喜欢就是阿紫，你喜欢彭少吗？对不对？嗯，其实问题很好回答的，没你们想那么复杂。包括之前你们在直播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也回答得到吗？有家人问彭少，你喜欢阿紫吗？我跟咱们直播间家人一样，知道吗？都喜欢他。我相信他也跟直播间家人一样，知道吗？都喜欢我。所以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的，知道吗？是一样的。但是啊，咱们先说清楚啊，你们问的问题是喜不喜欢，知道吗？喜欢跟爱是两回事儿，好不好？明白了吧？金明爷。对。阿东大哥，你在那憋半天大招，不就是问这个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来 ，OK。第二个问题。嗯。我这绑。保安大姐没回来，吴阿姨，你是不是你连麦？你们快点问，我的手机太卡了，太热了。来，这样吧，保安大姐不在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个保安大姐不在，现在那个保安大姐也不在，也不是你连麦。来，现在轮到你问我了，你问我吧。那你们就问一个话题，那家人们，我们问他什么？我们问彭少哥什么？来，榜一，你申请连麦。好了，吴阿姨，我看见了，谢谢啊。榜一，岁月，来，你来申请连麦来。吴阿姨，你要是有问题，你可以打在公屏上，知道吗？这问题算数，你们问出来就算数，好不好？岁月，你来问来，我们榜一来问。
你打在公屏上，要么你连麦，你连麦。阿东大哥，让我先放你下去了好吗？可以可以。嗯，好嘞，你要有问题你再问啊。还有一个问题没问的，知道吗？有问题你想好了再来问，好不好？嗯，拜拜。岁月，岁月，快点上来呀！问。家人们来给阿东大哥，给榜上几个大哥大姐，给他点波关注好吗？给他点波关注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，知道吗？非常老实，真的我真的觉得阿东大哥真的是非常老实一个人。岁月八一，你快点上来！你要问吗？你要问话吗？榜一不上来就来榜二来，榜二你大姐阿姨来，你大姐阿姨来连麦上来。我感觉我好多家人们都不会连麦上来，那榜三来，榜三，榜三，榜三，树姐，榜一、榜二、榜三，你们三个连麦，然后我看到你们谁先连麦，我就让你们问。榜一、榜二、榜三，赶紧的！来，家人们来，主动点，积极点，好不好？主动点。感谢华姐。你们三个连上来，我就接，然后让你们三个来问，好不好？哦，来了，榜三来了。榜三来了，榜三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树姐。能问一个话题？哎，你好。你来问吧。我来问是吧、啊？我来问。好，快乐。嫂，你喜不喜欢阿紫？怎么又是一个话题？问题回答了呀。其实我跟你说个实话，家人们，来我说个实话好不好？真的我不是太喜欢去演的人，知道吗？所以其实你们本质在想什么？其实我也是个聪明人，我也知道。问一个别的吧，阿姨。你们想问的，你等会儿，阿紫，你们想问的是不是不是喜欢，知道吗？你们想问的不是。我们就是实话实说嘛，就是你喜不喜欢啊？对了，我们粉丝们喜欢阿紫的不得了，我看你呢已有的喜欢，但是已不愿说出来，现在我们说出来了嘛。我说了这个问题，我让我昨天回来过，我也挺喜欢他的呀，我跟咱们直播家人一样也挺喜欢他呀，不然我们怎么会，对吧？经历过这么大多的风浪之后，我们还是关系这么好呢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喜欢你们两个人做兄妹，我们要胜一个劲。阿姨，你是问问题好不好？阿姨，咱们是问问题的好不好？你我真的，我们是实事求是的话呀，真的。那个阿紫呢，就是人美也漂亮，也善良，还有个呢，他的人生道路上呢也有点曲折，但是你可以帮他互补。阿德，你这么聪明，又是这么能干。树姐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包括线上也好，线下也好，知道吗？我能帮阿德，一定会帮他。包括阿德自己也知道，其实很多有的事情我们在网上说，对不对？阿德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其实跟你们一样，知道吗？就不管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会站在晚上，妈。好的，那不用等得太久。满意吗，素姐？等一下，希望你不要等得太久，让我们粉丝们啊。没听懂啊？因为你已经骗了我们了。我那上一次就是跟你讲的，你去放羊，羊快马上要卖掉了，你还不去放羊？现在可以改为做朋友啊。等会儿啊，是这样的啊，说你今天提到这个问题，其实问题我在直播里讲过，知道吗？真的，你们很多人没在我直播说你们不知道，问题我讲过，包括我在直播也跟很多家人道过歉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从来就是说到什么做到什么，但是这个事你知道吗？那是道歉的。来，记得家人扣一来，记得家人扣一。没有没有，家人们，我们放羊是开玩笑的，放羊是开玩笑的。听我说啊，听我说啊，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完全开玩笑，知道吗？希望你做一个老文们粉丝们都在说，做男朋友胜一个劲啊，不要做那个阿姨，阿姨这样知道吗？包括对面的阿姨，对面的这个大哥大姐，叔阿姨，我再说一次，知道吗？当时的时候，我为这个事情在直播道过一次歉，知道吗？
其实我最开始是真打算去，你知道吗？是真打算去的。阿紫能不能跟我证明，我最开始是不是真打算去的？没说错吧？就我们私下聊过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是真打算去的。但是因为后来知道吗？人算不如天算，明白吗？其实有的事情咱们就实话实说吧，博少哥。对，实话实说。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不是我，没有我意思，就是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就实话实说吧，要不然粉丝就有点那种，你知道吗？粉丝以为就是干什么了。好的，在我退下去了哈，不要在这个假了，你们私下聊吧哈。好的。阿紫，加油啊，阿紫啊，加油。阿姨，谢谢。嗯。再不去把羊卖光喽，羊还有一点点，家人们，羊还有一点点。问完了吗？嗯。问完了吗？问完了。我现在有点懵逼了，真的，我现在有点懵了，知道吗？这问题问倒了是吗？不是问倒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我说一下，来，其实最开始我是准备去的，这个真的是没有错，包括阿紫可以跟我证明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是真准备去的。对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知道吗？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如果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我记得我一直在直播间说一个问题，知道吗？家人们啊，任何事咱们不能急，知道吧？不能急，怎么样对他有利，知道吗？咱们怎么来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这个羊呢，我确实。放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确实现在是放不了，但是啊，你把羊给我留一只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把羊留一只再说，好不好？行吧，只能说到这里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们知道前段时间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？来，我们反有的问题顺着想，我们反着想。如果说我要去放羊，我要去把羊放了，我要跟他一起去放羊。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一定有很多人去带节奏。阿紫跟彭少娘在演戏了，家人们能看见吗？他们在开始走剧本了，家人们能看见吗？一定会有很多这种节奏了，知道吧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觉得对不对，阿紫？对，就你做任何事情，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。悠悠众口，网上的悠悠众口，你堵不住的。有人说，彭少，你别在意别人的想法。家人们，这是个公开的网络呀。你能不在意？好的，我们就不聊这个了，不聊这个放羊的了，放羊的就让它过去了，对不对？还放啥羊呀？现在不是开开心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放羊多累啊，放羊。你这样挺好的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吧。留一个就是了，阿紫。真的要留一个吗？我们家羊真的卖呀、啊。你不是不急了吗？你又急回来了。我哥，不是我问一下，真的要留一个羊吗？我们牙子你要卖哦，你卖你那我留一个，我真的留一个了，留一个断了尾巴的。你留一个羊，传宗接代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卖完了呀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很开心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行，OK。拜拜。你挂下我来。好的。哎，家人们，其实我们这样子聊就很尴尬，知道吗？不应该聊这样子，这样聊的话都不知道说啥了，很尴尬的，笑死我了。对呀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想干什么，但是呢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干什么事情都要顺其自然，知道吧？我们也不要去问，也不要去让人家去做什么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就是怎么样的去让人家怎么样的话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加油，对，咱家太穷了，不穷，家人们不穷，对，干什么都要顺其自然，包括我的工作、我的生活，我干什么我都希望以后就是顺其自然的，我不希望就是为了一些，对不对？让一很多叔叔阿姨们带节奏呀，
很多怎么怎么样呀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你们也知道的，以前对不对，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没带节奏，什么表白表白的，然后后面哎呦对不对，然后就走上了那样子的路，然后后面就对不对名声一丢了，哎，搞得一惊一乍的，现在全网都知道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不希望那样子，这是我心里话，我觉得顺其自然，自然而然的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自然而然的比较好，好不好家人们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那万一对不对，我们很多，你看多少人，那么多人一直在劝人家这样去做那样去做怎么怎么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也懂得我心里面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以后又怎么样了那样了，对不对？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就更不好了。没有成，没有相成，没有相成，没有相成，家人们，没有相成，家人们，我手机太烫了，老是卡，那我就先关播了，好不好？人家本来就是夫妻，表什么白呀？好的，那我先关播了哟，家人们，我先关播了哟，我先关播了呀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你从去年三月份就开始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帅哥，还有谢谢我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、干爹干妈们，感谢你们，又让你们泡费了，真的感谢感谢，谢谢。然后我就关播了，今天上班有点累，然后我就准备洗，就是刚刚洗好澡了，准备休息了哟，准备休息了哟，拜拜，爱你们哟，啾啾啾，早点休息，宝妹妹，好的。家人们早点休息，拜拜。还没关注的关注我一下。